到啊，因為呢個唔夠高啊。今次嘅搏擊會就叫做陸陸融融搏擊會。嗱，咁今次咧講嘅書咧就係、是《不一樣的中國史》咁嘅作者咧就是、楊照，咁佢有一至十個窩輪嘅，咁我淨係睇 1.5 個啫。咁樣咧，其實楊照咧開宗明義佢有講嘅，已經可以用佢嘅。咁佢咧開宗明義咧就有講咧就係、是、喂接住。他寫這本書的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人呢對於何為中國呢就有很多的詮釋的，那他其實呢就想講、所以他寫這個書的原意呢就是想講想大家想回什麼為之中國，什麼為之國家，什麼為之文化這件事咯。另外呢他有一個 point 我覺得他其實是開宗明義講的，他就說就有少少即係顛覆咗我以前嘅想法嘅，因為我以前曾經講過我係好反對孔子講嗰啲咩春秋直筆嘅，因為我覺得你作為歷史學家，即係歷史家，即係記歷史人，你點可以用自己嘅睇法去寫歷史嘅咧？咁樣即係你冇理由係咯，即係有咁主觀噶嘛。咁但係佢就反對喎，佢咧就話其實歷史即係史籍作家係應該成一家之言嘅，佢哋應該對歷史係有一份懷抱嘅，即係記錄歷史呢樣嘢一份懷抱，係可以表達到佢嘅歷史觀嘅。咁佢舉嗰個例咧，就係、是、即係佢話錢穆，即係佢錢穆係冇一個大學嘅學位啦、學歷啦，但係咧佢係去大學教書嗰時咧，咁即係本身個大學咧就係、是、要求咧就係、是、安排咧就係、是、斷代史就唔同。歷史不同朝代的歷史又不同老師教，但錢穆就說他覺得不行，一定要一個老師教授通史，因為歷史老師對於歷史是有一份懷抱的，所以他是不可以斷代地教，他一定要一個人教授的。所以、所以這個也是楊照寫這個 所謂中不一樣的中國史的一個原因，就是希望是、可以由頭到尾是表達到自己要表達的嘢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又幾說服到我咯，即係你第一就冇一個人係即係零主觀去寫歷史啦，咁你暫時又未有機械人可以寫到歷史嘅時候，咁你作為一個有視覺嘅一個歷史，即係都係其實可能就係一個正常或者係應該我睇歷史應該有嘅角度咯，即係唔應該 expect 佢係一個完全客觀的歷史咯。咁咧，佢咧就講到咧，就其實以文化角度嚟講咧，歷史係應該由新石器時代開始嘅，即係由4000年前，即係公元前2000年開始。咁嗰時中國嘅文化就叫仰韶，即係其實咧，中國有好多文化嘅，即係一個即係你想象係一啲原始部落咁，梗係有好多文化啦。咁其中有文字嘅就叫仰韶文化咧，就係、是、咁多文化之中最佔優勢嘅。咁佢係喺華中地方嘅。咁而呢、這個時代亦都係夏商周嘅時代，其實夏商周係同時出現嘅，絕不是夏就到商而到周嘅。因為咧，就算《史記》原來即係遠及《史記》都已經講咗話，夏商周咧嘅領袖咧就係、是、皇帝嗰三個仔，咁三個仔梗係同期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即係佢係啦。咁所以呢本書。幾令人眼前一亮嘅就係話翻俾你聽，其實夏商周係同時存在係唔同嘅部落嚟嘅啫，咁樣大概同期出現咧有200年係同期嘅。咁夏商周嗰個點解可以做到霸主啦？所謂即係喺啲部落之間做霸主。咁其實夏朝最叻嘅咧就係、是、原來佢最叻就係識得起城牆啊！佢哋嗰個起城牆嘅方法就係、是、即係好似而家都好似有用，就係、是、總之就係、是。即係識得用啲喺個地下嗰度掘，喺個地下嗰度咧就掘深嘅地下，然後咧入啲柱，然後再起嗰個牆壁。佢話呢個咧就同西方係唔同嘅，西方係以呢個牆壁為主嘅，但係咧夏朝嘅人咧就有啲似日本嘅和室，其實係唔需要牆都得嘅，主要就係靠嗰啲柱作為一個主力咯。咁而因為佢係有呢個建築技術，所以佢比起其他嘅部落就優秀啦。而佢哋當其時咧，國嘅意思咧，其實係指城牆，即係指城市，即係佢哋嗰個城啊。佢國內嘅意思其實指城內咯。咁其實所謂真正有比較似現代意義嘅國咧嘅意思咧，其實要去到春秋諸國先會出現咯。其實嗰陣時嘅國係只係指有城牆為住嘅地方啦。咁但係咧，一個 fun fact 咧，就係原來
夏朝已經有200多萬人嘅啦，喺中國，係咁樣啦。跟住到商朝咧，我可唔可以同佢互動？未出現，用只腳頂佢。咁樣咧，到商朝咧，商朝最叻嘅地方咧就係咧，商人啦最叻嘅地方咧就係、是。占卜，咁佢哋即係嗰啲而家甲骨文，咦？我話你哋兩個，而家甲骨文就係商朝嘅文字啊嘛。其實喺甲骨文之前都有文字嘅，不過已經發掘唔到咁解啫。咁而咧，佢嗰個商朝嘅人咧，最叻咧就係用呢個占卜同埋巡獸。咁因為佢占卜咧，就令到佢哋咧可以同鬼神同埋祖先聯繫，嚟到提升自己嗰個地位，即係好似同其他種族。是高一級的，都同比動物是高一級的，所以他們都去研究純獸這件事咯。咁係啦，咁樣咁而所以他們咧會將一些人咧降格做獸咧，就係、是、嚟到係即係認為那些人是低級啲嘅，就甚至攞佢嚟做陪葬品嘅。咁而到周人有好大嘅分別咧，就係、是、因為商朝嘅人將天咧視為一個人格神啊，咁但係周朝嘅人咧將天視為一個自然嘅神啊。咁所以咧，佢哋係好驚天嘅，咁所以佢哋為咗生存咧，就反而係中意係 build 一個社會制度啦。咁所以當周朝呢個所謂周武王佛咒嗰陣時咧，其實就周朝嘅人係好驚商朝嘅人嘅，佢哋叫做佢大邑商，其實佢哋覺得商係一個好大嘅種族，佢哋係冇諗住滅到佢嘅，咁所以咧，竟然滅咗之後，其實佢哋係好驚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唯有搬呢個天命滅商呢樣嘢嚟到自圓其説。但係所以佢就睇翻歷史就話，其實所以點解之後嗰啲封建啊嗰啲制度咧，即係周公封建嗰啲咧，其實佢都封翻曬嗰啲商朝嗰啲子民嘅，即係唔似其他嗰啲朝代啲人，哇一滅就豬狗族全部殺曬。佢係因為佢哋係仲係好尊敬呢個商朝嘅人，咁而周朝嘅人咧，仲係啦，佢哋最叻嘅咧就係、是。建立一個社會啦，就同埋重視啲人與人聯繫。點解講呢啲咧？後屘咧，其實同文字係好有關係嘅。就開始就建立咗一樣嘢，就係、是、一個人做事要全族人去孭咯。就係即係同以前嘅嗰啲打獵啊各樣佢係有分別。第二樣嘢咧，最重要咧，我第一次聽完，佢哋有所謂叫超木制。佢超木制咧，就係、是、將一個種族分成超隊同木隊兩隊，就是、隔代嘅。咁原來嗰陣時已經覺得咧，有所謂隔代親近喎，即係阿爺同阿孫係會親近啲嘅，阿爺同個仔係親近。這什麼東西啊？咁所以咧，佢哋咧就係、是、用呢兩隊嚟到作為一個遺傳，即係叫做咩啊？承傳啊！即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咯，咁樣諗，即係唔係阿姐傳俾阿仔，而係咁樣隔住嚟到傳咯，就分開兩隊，即係可能佢哋覺得啊，如果邊一隊瓜咗，都仲有另外一隊咁樣啦。姜太公就去齊，就分埋，即係呢啲都係好似都係阿周武王啲細佬嚟嘅。咁跟住仲有白琴都係啲細佬嚟嘅，就去魯，咁齊魯係同一個地方嚟噶嘛，即係都係山東嗰度噶嘛。咁咧就好笑嘅，咁跟住咧阿白琴咧就去到魯嘅時候咧。就花了很多時間去建立啲周制，咁先至再翻嚟述职咁样啦。咁跟住到啊姜太公咧，去到咧就因為佢咧就等佢保持翻原有嘅嗰啲生活模式，咁啊可能三個月咁啊翻嚟述职啦。咁跟住阿周公一聽，哇！做咩你去咁耐，去咁短時間嘅咁樣？跟住阿周公就話：姜太公就話：冇啊，由得佢哋過翻自己生活咯咁樣。咁跟住阿周公一聽就話：第日呢個齊。一定會是強大的腦嘅，咁樣咁即係呢個去到春秋的時候就很明顯係，即係我哋都聽過很多古仔啊，即係齊人占卜啊，即係齊嗰啲人是很 hea， 同埋比較即係冇咁守禮教，但係腦係即係孔子嗰啲故鄉啊嘛，咁佢哋反而腦嘅嗰啲人就係好重視禮教嘅。大家會想點解中國的文字不是表音字呢，即係點解同西方或者同英文啊嗰啲各樣會係唔同呢，即係佢講啦，咁佢咧就話西方嘅文字咧係由語言衍生出嚟，即係你首先原始人梗係講嘢先㗎啦，唔會即刻就識寫字㗎嘛。咁跟住你識講嘢之後，就慢慢將嗰啲語言變做文字。但係中國嘅文字就有啲唔同嘅，頭先講過咧，因為商朝嘅人咧文字係用嚟占卜嘅，就唔係用嚟溝通嘅，係同個天占卜嘅，同個天溝通嘅。咁所以咧本身就已經唔係貨人類用嘅，即係。
同文字同埋語言係兩樣嘅 tool 嚟嘅。其實喺佢哋眼中係，因為周朝嘅時候咧，係開始有呢個封建啊，同埋啲家庭啊、社會制度，所以佢哋係好重視呢個契約，即係開始重視契約呢樣嘢。而契約係應該長時間保存噶嘛，咁所以當其時嘅文字咧，其實係超越時間嘅，係用嚟做一個永續嘅工具，所以佢哋就會雕喺一啲鐘鼎啊嗰啲地方啦，所以咧就造成一個即係佢自己改咗個名字叫記憶社會啊，就係即係覺得就係中國嘅文化上面咧係重視文字，但係就唔重即係唔會太重視語言，即係佢會覺得寫出嚟嘅嘢先係真嘅。咁但係呢樣有一個缺點嘅，呢樣嘢嘅缺點就係、是、即係如果西方嘅時候唔會將呢樣嘢分開，而係文字同語言係同樣嘅話咧。咁你就有好多嘢都覺得係應該寫嘅，但如果你太過重視文字，即係中國重視文字多過語言嘅話咧，就會揀嚟就寫咯。即係佢覺得啊，嗰啲普通嗰啲族譜啊，咩咩啊，唔使寫噶啦。咁即係好多嘢都冇寫，所以就話對於而家做考古人咧，就會少咗好多材料咯。佢話即係如果你去到西方去做考古，就發覺佢哋真係。係咯，張廁紙都有嘢寫喺度嘅咁樣，但係喺中國就少咗好多。同埋第二個壞嘅地方咧，就係識字嘅人都少咯，因為呢樣嘢係一個好特別嘅技能嘅寫字。咁啲人識講，但係其實好多係唔識寫咯。咁所以呢樣就係有一個咁樣嘅影響啦。而仲有一個影響就係沒有時態，即係冇聽書呢樣嘢，就係即係同頭先講一樣咧，就是、因為到喺商朝嘅時候用嚟通鬼神，咁啊梗唔識聽啦。咁而去到周朝嘅時候咧，因為係用嚟超越時間嘅，咁所以喺做文字或者即係對文字嘅概念都覺得係唔需要有時間呢一樣嘢，所以就形成中國文字冇呢樣嘢咯。咁係去到即係其實佢哋話好多甲骨文其實讀唔到出嚟嘅，因為嗰啲唔係即係係咯，即係嗰啲字其實未必係通語言，係兩套嘢嚟嘅咯。咁其實真係語言同埋文字。夾得翻黐翻埋一齊咧，其實要去到《詩經》咯。點解咧？就因為原來《詩經》咧就係即係周公嗰陣時，咁就叫啲人去採詩。即係因為你去到一個新嘅地方，你又唔知嗰啲人做乜，又唔知啲文字乜，就去收集佢啲民謠民歌咁樣收集翻嚟。咁你點記錄咧？咁你嗰啲畫其實你都唔識解噶嘛，咁你就唯有將嗰啲畫變做字。咁所以咧。就係由《詩經》開始先至係出現文字同埋語音有聯繫呢一樣嘢咯。即係我其實以前一直都覺得，即係國家呢樣嘢有咩咁重要咧？有乜嚟行咗呢條線就呢個國家，呢條線就唔係，即係各界又或者我哋中英美法咁樣呢啲自有永有，其實唔係嘅。你可能早幾百年根本就冇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就或者近到我哋而家嘅九十年代都多咗好多，即係東歐嘅小國啊，即係前蘇聯嗰啲小國。即係其實呢條線係隨時消失、隨時出現嘅，其實有幾重要呢？其實就唔係咁重要，只係政權嚟嘅啫，即係所有國家都只係政權嚟嘅啫。而去到今日咧，即係連文化都唔係咁重要嘅，因為你即係你網絡社會、社交網絡時代已經係打破曬，即係你唔會係亞洲人就一定係某一種文化，因為大家都已經係咯一體化咗，咁所以其實。即係唔需要為國家或者文化呢啲嘢為咗捍衞而出現咁多 hate crimes 咯，我自己就會覺得即係係咯，即係啲 label 性嘅冇咯。哎，完啦！빈자리가 얼마 안 남았습니다.